中网对对虎哥起来，一开始虎哥发球。传到中间的21号运球假动作，有出手，球掉了。21号再把球抢回来，魔方的失误，8号自己一个人运球直接前场，底跌重撞，球回到中间，有传中，传到底线的队友，8号出手没进。21号抢到这个防守篮板，24号选手。奋力的运球推进，我发生失误，球马上给到11号，中网队11号后卫传到前面，8号在中间拿到球，一个梦幻步伐上得分，只好想把球传进内线队友，准备失误，球被点了出来，传到对边出手没进。17号抢到这个防守篮板，球传给前面队友。17号上空接球，有配置勾射没进。8号选手在抢到篮板，往里面挤，好球，2分。目前开赛攻防队打出越多输越低的攻势，在进攻方面，女篮目前沉默着。两支运球为例。五分女篮请求暂停，
反了失误，五号向前推进，代表。